7月22号，芒果 TV 新春芒果节官微官宣月华妻子 Nest 中，朱正廷、黄明昊、丁泽仁、李全哲、黄新纯等五人强势加盟青春芒果业。官微抛出一张官宣海报，配文说：“音乐是他们不会放弃的理想，舞台是他们绽放理想的桥梁，理想与桥梁的搭建成就了最出色的他们。他们在追梦的路上永不停歇。他们就是颜值与实力并存的月华妻子朱正廷、黄明昊、丁泽仁、李全哲、黄新纯。”话说2019青春芒果节也是酷炫又好玩，数不清的有趣活动等你来参与，而今年的青春芒果夜也值得你期待哟，一定是一场惊喜满满的盛大派对啦，达达狂想天生青春，芒果拉新闻期待7月27号五位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啦，拜拜。